你拥有夏天必备的套装组合了吗？就是这一款咯。最近大家是不是一出去都汗流浃背？那你就是要有一款像这种材质是细细科纹的，穿起来非常凉爽的。你看一下，这种很棒的是，我还做了一款腰带，而且它的腰带是皮革拼接编织，很特别吧？如果你不穿皮带的话，也可以拆掉。的感觉非常的漂亮。裙子的部分有做两边的口袋，然后里面有做半截的内里，所以不会透，然后穿起来又很凉爽哦。总共有四个颜色，我身上穿的是灰蓝色，然后还渐黄，穿起来非常的亮，粉色，一直甜美。穿起来不一样，深绿。各种不同的味道，看大家喜欢什么样子的咯。